喂，火燭啊，落街避，落街避啦！系啊，仲行呢边，烟公跟上嚟啦。咁边度避先得噶？咁梗系去冇烟嘅楼梯啦，我哋去试下行另外一条楼梯。啊，呢边冇烟啊！发生火警嘅时候，如果喺落楼梯嘅时候发现有烟咧，就即刻丢头走啦，搵一条冇烟嘅楼梯离开现场，最好就梗系用埋湿毛巾遮住口鼻啦。哇，周围都咁大烟嘅！ 哇，周围都咁大烟嘅，点样向冇烟嗰边走啊？唔系啦，都系翻屋企避一避先啦，然后跟住先至再求救啦，稳阵啲啊！如果太大烟嘅话，就翻翻去单位里面，做足预防措施，避免吸入浓烟嘅。预防措施包括用胶纸又或者系湿毛巾封死门罅，防止浓烟渗入屋内。